行头日本人的上市街路红，从菜色看到无论男女，日头东翁两位店一街风风改店，又按照提卡。但是净土教徒的宗教文化传统，除了有好运平安来到之事，店家蔬菜无穷款，都是在今年也是忙家。同年碰人的传统文化地度，无论是人客来也是离开，终于能为同人客的额头红点提卡，也是代表祝福的指示。Namaste. Namaste. Big welcome. In our culture, this is the good symbol of the life. Good symbol, good luck, blessing, everything in our life. That's why when the people traveling, we give red tikka.提卡店嘅蔬菜未有太好闻，对某穷困嘅蔬菜都是啲大概什么嘅成分 ？Women married they put it here just tikka maybe we give tikka in living time just here not here yeah these were everyone not here。提卡系净土教徒嘅宗教文化传统。行业土家的曼度街净土教庙市，甚至眼见都好土味民众点提卡，看起来丰盛高高的提卡，除了有煮沙粉，还会加热米、发片来到南墙下。煮沙以外，还有那个白大米啊、花香、硬币，是那个稀有奇的东西，必须要带，然后去朝拜。年龄大的人给那个年龄小的人红烛山给他保佑，全类都不会那个倒霉，不会那个发生事故。净土教是日本人的主教宗教，全国差不多有800000民众信净土教。特别是台湾话，提卡面对崇拜净土教的代表，都得下是日本人文化的一部分。客家新闻王金车录音片，你碰你爆头。